用会议啊。国民党不要中华民国没关系，我们也可以不要。台湾就是台湾，不要这样。对呀。没有中华民国，国民党不要中华民国。国民党不要中华民国，不要中华民国，这就恐怖。黄玉姐，你娘啊！我看你们这么早的这个，我报了谁了？最后一组哈，大家这些总统当天往返，详细的情形陆委会将在下午记者会说明，马总统也将在明天上午十点召开记者会。马总统也表示，马习会回国之后，立法院邀请总统愿意到立法做报告。那现在我们请王院长啊，我就向大家。院长声音可以大一点，谢谢。现在我们也请哈王院长啊来向大家啊说明吧。各位媒体朋友，两岸领导人会面，这是重大的政务。根据我们行政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指证，接受这个立法院监督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请黄院长在下午能够召集立法院内的各党的党团代表，那么由夏主委跟这个这些党团代表。针对本案来做一个说明，那本人也会参加，所以我进来这边最主要是请王院长这个帮助做这个安排。下午在2:30，我会邀请相关的党团，他们做这个事情内容来进行。
会再闯，我要呼吁，第一，两岸领导人会面必须秉持对等尊严；第二，国会支持任何有利两岸和平及区域稳定的对话；第三，民意高度关注两岸的关系，希望此一攸关国家发展的对话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圆满来达成。谢谢大家，现在就结束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先看一下吧，谢谢，不好意思哦。